所以刚刚光一哥特别提到拿出所谓的香骂本，最后是不是简短跟我们来说明一下，你怎么看这一次好像包括立法院二次临时会也因为气爆事故遭到波及，很多议程搁置了，最后好像一事无成，而且执政党跟在野党的立委互相指责，最后好像变成所谓的政治口水战。我觉得这个题目大概我在这边讲了大概有十几二十次，就一事无成加政治口水战这几个关键字，大概都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其实民进党他们其实在策略上面，因为他们是少数党，他在议事的运用上面，当然就是希望立法院越一事无成，对他们来讲，他们的 成就是越高，因为执政党是国民党嘛。那国民党这一方面他也没有办法极力的去捍卫他的政策，当然就会变成一事无成这样的结果。好，我们了解。不过后续要怎么再继续救灾，可能还是要需要重建家园，第一步再来追究责任的部分，当然大家也不能够轻轻放过。非常谢谢光一哥今天来到新闻现场。谢谢主播。